弟子身体非常虚弱，身上有仙家众生，且要求出马，说弟子一概拒绝。六年来病房中西医均不见效，且越来越重，我一直发愿诵经念佛超度众生，但效果也不佳，请问应该如何超荐他们使我免除痛苦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的姓名以及你现在的住址生活状况，因为你是网络上的这个提来的。如果你是在国内我希望你发个愿到白国兴隆寺去打十个佛七，不要打精进佛七，就是一般佛七去打十个佛七，你这个问题应当可以化解能够解决得了。